朋友早，香香老师早。啊，这个娃娃跳喵跳，大妈妈妈跳，那里，我早上也刚下，有只太阳公公出来了，那光下那个岛，有只鸡躺在多，它躺在不。苹果有两个的毛，这个两个，好，没关系。然后呢，他吃的好饱，然后呢？他肚子痛。对，吃的肚子痛，结果呢？他好饱。对，好饱。吃吃啊，吃完。蝴蝶，讲完了，谢谢香香老师，大家拍拍手。